拐子警报器抢晒，防狼器照买啊！我啲 friend 真系有需要嘅，即系我有好多朋友嘅家长都话：哎呀，好惊啊！佢而家系带住个哨子出街咯。拐子风吓咗一众讲爸讲妈，谂尽办法保护仔女。连以前冇人买嘅亲子警报器，家下都买断市。都过百个妈咪联络过我哋噶，但系你话实质订嘅话，差唔多100个到啦。呢啲由日本同美国制造嘅警报器，售价由300到400几蚊一对，有效感应距离3到50米噶。家长先设定距离，放一个喺小朋友身上，当小朋友离开预设范围就会。铜锣湾呢间精品店两日就卖足过百个啦，多咗好多人嚟买，因为其实打电话啦，同埋walk in 入嚟嘅都多咗好多。九龙坪呢间名牌幼稚园，一批家长仲集体上网订添，就算警方已经高调辟谣都唔理。警方啲嘢你知，其实都真实性好难讲噶嘛，小心为上咯，即系唔理系真定系假，预防万一咯。求人不如求己，何况部 BB 机咧？咁多年以嚟咧，所谓啲拐子佬咧，根本上咧就系有啲同党咧，就系啲细路仔嚟嘅，大概六七岁到嘅。咁如果有啲六七岁嘅细路同啲两三岁、三四岁嘅细路玩埋一齐咧，咁就要提高警觉性啦。佢仲话香港啲小朋友4岁前都打晒疫苗，矜贵啲噶，引到班拐子佬冒险犯案啦。